依家嘅時間係5月20號嘅朝頭早9點，我哋準備出發。多謝你阿細請我飲 star。阿細你唔係咁。上次我哋去浙江嘅時候咧，我哋爭啲上唔到飛機咧，我哋就喺呢一架地鐵度咧，爭啲睇住兩兄弟冇去拖沓。哎呀，啲頭！慶幸好慶幸今次冇發生呢件事。佢又喺度拍我啊！拍翻嚟咯。預足啲時間咧，就冇嘢噶啦。各位乘客请注意。你屌机啊！而家咧，想为天宇关系咧，咁我哋架机咧就要5:08先起。咁而家就冇辦法啦，咁唯有通知翻內蒙主辦嗰邊，就盡量安排我哋演出之前就做翻個調音就開始咯。不過都 OK 嘅，我哋都慣咗呢啲咁壓迫嘅情況，所以都應該冇乜問題。最緊要係5:08起到機，我哋就 OK 嘅，係啊。咁機程咧就3.0小時，即係我哋8小時，8.9小時喺度。等都唔係問題，但係最擔心今晚個演出玩唔到。上飛機餐，飛機都未開，我哋又食飛機餐。
氣氛不錯，我有啲疲，有啲疲倦。我哋而家要趕凌晨兩點嘅火車落北京。Yeah。我們逗留在內蒙的時間呢，應該是短過我們搭飛機的。色的落車，李宏偉，我想而知中國抌幾多錢喺呢個地方。唔緊要，兩杯麵留翻咯，留翻咯。我做咩要買杯麵啊？杯麵留翻咯，食翻之後。所以要咁樣飲。仲真好辛苦啦！我知道我依家個樣好難睇。都是怕有失啫，咁我粉落都幾乾淨嘅，原來都冇想象中咁差嘅。但係個廁所就有一個特別污糟嘅位，係咩？係有個特別污糟。微博上一直盛傳，我冇所謂啦，啲慣同埋我大佬本身都好撚嘈瞓覺。我最近都成間房嗰啲人都應該瞓唔撚著嗰啲。我哋一搭落去就瞓撚著。北京呢天氣很乾爽，但是我一來到呢我就鼻敏感，還有空氣很差，所以呢很大塵啊這裡，但是很乾爽，天氣很好，搞個天你老尾沒有雲的。未落玩咗咁耐，我哋終於都正正式式坐低食翻餐啦！有凡哥嘅帶領之下，我哋嚟到北京食嘅第一餐。好黏喎，喂！黏粒。佢帶我哋食呢個炒肝。喂，這個呢個咧？老煮、火燒、口水雞、芥末燉，哇！唔識讀呢個芥末燉，仲有餃子。哇！你老味，好味啱，好味喎，好撚正。豬雜，不食不食。呢個口水雞不得了。包咩啊輝？我哋終於嚟到北京啦！嚟到北京，梗係要食北京地道嘅天皮餃啦！高音啲啊喂！不過咧，好撚飽。綜合成個旅程，你有啲咩得著啊？有咩感想想講啊？班機 delay 到撲街唔加餐嗰啲咧，我覺得可以講一下呢啲。
好，好，行。你好，你好，最好用广东话说，是玩完北京站，我整親只腳，整親只腳。一兩個月前我整，之前跑步整親條韌帶，依家又傷過。頭先行翻嚟都係夾一夾下，咁啊希望聽日石家莊都撐到啦，捱埋聽日就得啦。今次撲街。今次撲街。我不知道我睡了在哪裡，一去完就好像在睡覺了，已經不知道三點一點是但啦，總之我昨晚有睡覺，玩完已經累了，然後還要摸個枕頭完全累了，加上按摩就很舒服，是不是很舒服？這些就是康少的效率了，連歐服添，哈哈哈哈，昨晚是不是
梳。黑嘅，系黑色。玩完石家庄呢站完苏之后，细洛发现自己跌断嘅手，其实我喺台上面完全见唔到发生咩事。而家佢去咗医院，我哋喺度执晒嘢，而家等消息，我哋都好担心。前面有病。我走。走。这边我看看嘛。如局部症状不缓解 ，CT。说实话，都跟我们不在一水平线，一点都。也是乱七八糟啊！那有病吗？走错路了。一拳打到个音箱度，打到手掌甩咗。个音箱有冇穿啊？个音箱弹捻咗出台，飞咗起身执晒，然之后个箱头又歪晒，两个咁劲，几捻劲啊！但系爆完之后咧，佢唔觉得痛喎。系啊，我系揸住麦嗰阵时，用力揸大对只手指弹咗出嚟咯。我喺度，咦？点会咁嘅？点会？好像是說錯了位置，他說手腕就有八粒波子，那個八粒波子就沒事的，說應該是軟組織移了位置，所以有塊東西彈了出來。
咁啊，佢頭先就一夜幫我拍咗落去，咁啊，即刻喐到啦，尾字即刻合得翻埋噶。不過就係啊，即刻合得翻埋。但係我而家咧想合翻埋只尾字嗰嚿骨就彈翻出嚟咯。係啊。即係我永遠都係 Spiderman 咯，即係好似宣傳片咁咯。屌！我操！嗯，差緊。你要俾咗油先，你大腳大腳去咗先俾油。我諗佢講咩？靜候您的光臨。得，快撚咗。嗯，姜，我諗最快啲。嗯，得。广南，但我而家啱啱点咗菜就啱嚟紧，系啊，你睇下你嚟唔嚟到咯，我俾你嗰个地址，你睇近唔近到嚟，系咪食嘢啫？系啊，起饭，食饱啦，大佬，原来十一月喎，可以谂谂。食饱饱，十一月有得谂啊，大佬。我哋而家系谂紧，我哋十一月去唔去日本 Northfest？ 喺 Slim Lock， 唔系啦，一零啦，两饼，好卵油。我頭先都頂唔順，去咗樓下個公廁屙咗屎，極速屙屎。去咗十一月去日本，十一月日本，日本見。